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蒙福的主日，在你的圣宝座前，我们要来寻求你，我们要敬拜赞美你。这个时候求主的宝血再一次的遮盖我们的罪，主啊，也求你的恩膏浇灌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在你的面前得到洁净，得到更新。主啊，求你打磨塑造我们，使我们更像你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一起唱赞美诗，更新我心意。
仍然站立，低头祷告。我们亲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在这美好的主日，感谢你又再次呼召我们聚集在你的殿堂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你是创始成终的神。主啊，你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成为阿爸父神家中的儿女，并把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。感谢你如此长阔高深的爱，我们也要以同样的爱来回应你。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你，当作活祭，为主而活。也求主啊，更新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正直的灵。主啊，也让我们，求你让我们可以每个人都能守节清心的来到你的面前，谦卑顺服的在你的脚前。我们愿意让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仰望你。我们今天的崇拜从开始到末了都完完全全的向你仰望交托，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也求你恩高与你同工的仆人们，让你福音的话语可以传到千家万户，传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，让你的名被高举，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饥渴沐浴的心来接受你圣灵的光照，你话语的教导。主啊，也求你同样保守那些还没能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们，求你赐给他们有健康、有平安、有喜乐，让他们可以有满满的信心啊，没有任何的惧怕跟忧虑，能欢喜快乐的聚集在你的殿堂来敬拜你。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感谢、赞美、荣耀归给我们的阿爸天父，如此恳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请坐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诵读《使徒信经》，作为我们信仰的告白。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迪欧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共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公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门。下面我们一起来读箴言23:6-11，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。不要吃恶眼人的饭，也不要贪他的美味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他却对你说，请吃请喝，他的心却与你相背。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，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。你不要说话，也必没事，因他必将是你自由的言语。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，因他们就是主大有能力，他必向你为他们列举。下面我们有请诗班为我们献唱《救主救主》，主我爱你，还有爱主更深。
到二节，请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今天有请韩传道为我们分享信息奉献。天父，天地的主，创造我们的神，愿我们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以你自己为赞美、感恩为宝座，愿你为我们敞开我们的心门，向我们说话。我们曾经是一群劳苦担重担的人，现今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我们已经得到在圣灵的安息。感谢主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，把我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，并且在我们生命中打上不属世界的标记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向我们说话，愿你的手搀拉我，愿你的圣灵覆庇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在我们当中吹气，向我们倾注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这个时候我们也纪念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得罪你的名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中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请坐。感谢主。刚刚读了那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节，所以说我们当把自己献上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么我们在把身体献上的同时，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在以往的岁月中，我们真的看到很多的预兆都一一告诉我们，那位创造我们的主，那个为我们去预备地方的主，也就是新天新地的主，将来还要再接我们的这位主，他来的日子近了，他来是为了接我们，但是他要接我们的前面，必须有很多的灾难、瘟疫和难处，要让我们看见，也要在操练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爱主的心，因为他将要审判这世界，所以说在审判之前要把我们被接到，把我们接到天上去，让我们与他同坐席、同坐王，将并且将来要同来审判这世界，因为他来的日子近了，所以说我们要有紧迫感，趁着今天还有时间，
趁着我们今天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和大家一起分享，我们怎么能够被主受人接走？什么人能被主接走呢？主持人，什么人被主能接走呢？是一个得胜者。阿门。是一个得胜者。那么一个什么样的人成为得胜者呢？胜啊，很难啊，怎么做得胜者呢？真的很难。这些我们的前辈，你弟兄早就告诉我们，只要过一个正常生活的人，基督徒生活的人，他就是一个得胜者。过正常基督徒生活的人就是得胜者，常常树立在神的面前，常常侍立在神的面前，常常来渴慕神的话语，相信也就有人见证做得胜的基督徒，过得胜的生活。真的，让我们看到主来的日子近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这是安慰、劝勉或者提醒，这一切都是被动的，真的都是被动的。主要来了，你要惊醒啊，你要预备主来，你要器皿，你要装油啊，都是被动的。但是什么是主动的呢？还是这句话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那是主动的。我们真的要化被动为主动，过不能过消极的生活，要过积极的生活。真的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，你必须过积极的生活。你如果真的主来了，安心坦诚的过，在世人面前没有见证，在神的眼里，你真的也活不出他的样子出来。所以说，我们要过积极的生活，做充满阳光的，过充满阳光的生活，因为他是光明之子。所以说，我们感谢主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一点，这个怎么过积极的生活。那么前面讲了，主再来的前提要接的人就是一个得胜者，一个得胜者他必须是一个过正常基督徒生活的人。过正常基督徒生活的人好像讲起来也容易，做起来也难。昨天祷告啊，感谢主，让我们要适应真正就过一个基督徒的生命，在神的帮助下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加添我们的力量，把我们这些消极的东西拿掉，过一个主动的生活，就是至少说做好本职工作吧，就像企业里面做好本职工作一样，该做啥事就做啥事，这样就是一个得胜者。那怎么成为一个得胜者？今天很主要的话题就是你得救之后要过的一关，要过的一关，得救之后首先要过的一关，就是奉献的一关。哎呀，提到奉献，好像是来跟大家讨钱了，伸手要钱了，这就不。神，我们的神不是穷人，我们的跟随主的人不是穷人，我们跟随主的很多人是大富人，是大财主。从亚伯拉罕开始，对吧？在今天很多基督徒当中，有很多都是有钱、有财、有这个家这个大家庭的人。那么奉献啊，刚才经文也读了，我们就把身体献上。所以说，今天想跟大家讲，把身体献上，这过一个奉献的生活。不是眼目之中只看到钱，提到奉献就是钱，这太小了。真的，这个整体奉献来说，这个钱是太微小的东西。我们目光不能盯在钱上，要去看得远一点。神要我们的是什么？我们应该摆上的是什么？所以说，我们要把自己的，刚才打出来了，叫我们不要将自己的肢体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献给自己就是屈服于那些邪恶的所世界的东西做他的器具，而是要从
而是要向死里复活的人向自己献一生。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死里复活的人就是我们曾经在罪恶中死过，因着信主，因着受洗得救，我们就是一个复活的人。所以说我们要将自己的身体献给神，做一个降服于义的献给神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去看到自己是一个在曾经的罪恶之中为罪为义做奴，为罪为义甚至为钱财在奔波。所以说我们今天归向主了之后，我们真的要改变，真的需要一个死里复活的生命，让我们看钱财看这些世界是神徒，神不在乎这些东西，让我们也不要在乎这些东西，为这些东西24小时的工作真的很累。当我们很累的时候坐在神的面前祷告读经的时候，甚至于听分享的时候眼皮打架了，感谢主啊。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个奉献的人，做一个奉献的人首先要将自己的身体献给神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。将自己的身体献给神，我前面讲了，当我们一开始得救之后，一开始信了受浸就得救之后，你过了这一关，你用心思看到，哎呀，我以前是个罪人，现今是主让我从让我的罪归在他的头上，我与他同定十字架，真的看到现在活着的不是我，而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的时候，那么你这个身体，你这个身体的主权就应该交出来，就不是你的，就应该是主的。那么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看到这个本质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应该是将身体献上。所以保罗弟兄说得好，所以弟兄们，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，这个劝字说得好听，这句可以说保罗说我用神的慈悲警告你们提醒你们要将身体献上。真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从罗马书六章一下子跳到12章六七章，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籍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，我们真的要一个警醒，将身体献上当活祭。什么是活祭？我们有就会真的查看不到立位记啊。当活祭就是你奉献出去没有点收回来啊，要不然而且完全的烧掉，从祭台上烧掉叫活祭，活活的烧掉，那就完全的摆上，不要考虑拿回来，是圣洁的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哎呀，感谢主，我们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，我们真看到很重要很重要，太重要了。他说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，真的慈悲实际就是神的怜悯，神的恩惠，是神不仅仅是罗马书9-11章或者6-8章那样所讲的，讲神的恩慈怜悯，甚至1-8章罗马书所讲的神的越格的爱，你的爱越格了，你这个做事越格了，神越格的爱，听不懂啊？神怎么会越格的爱呢？我们本身是什么什么人？罪人。我们本身是什么？外邦人。可今天我们与神，这个造创造天地的主，宇宙的神建立的关系，那就是父子关系。你看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？我们的身份是伟大的身份啊，我的父亲创造天地啊，我的父亲是神啊，我们真的是君尊的祭司啊，我们什么身份啊？君王的身份啊，不要看我们是马上选举那个总统，我们变大了，我们从神的位格讲变得高啊，真的没什么了不起，他就是大概几亿个人的总统吧，真的没什么了不起，不要把这些事情看得太大。哦，感谢主，
我们要站在神的圣洁角度讲，要站在神的这个讨神喜悦的角度，要站在神的这边讲，我们真的就是他的仆人，他的儿女，而且是建立在人与神之间的祭司桥梁作用的，所以真的很伟大的一个身份，我们必须看到。倘若没看到，我们这些基督徒真的做得可悲啊！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喝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讲，还要常常祷告，拿出时间来教会，真的好像很可怜一样。但是你看到你的身份了之后，我拿出这点算什么呢？区区小事，不足为奇。感谢主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我们蒙恩之后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。我们蒙恩之后，我们的主权就属于他了。所以，凡我们所有的都属于神的，凡神所有的乃是也属于我的。我们跟他之间是父子关系，对不对？你老爸买了一辆车，你可以拿着你开，招呼都不打就开着就走。最多跟他礼貌的说：“我出去办个事，马上就回来。”如果是我的车，你开，哎呀，车子借给我用一下，好不好？还得到我的许可、同意，来看着我有时间没时间，车子空不空，还要看我的脸色行事。你的父亲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，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的世界就是我们的世界，我们天父创造的宇宙，我们完全可以享受。我们要用以上的身量活在这里，尽情的享受它。以撒是亚伯拉罕挖的井，他尽情的享受。以撒说亚伯拉罕创造了财富，以撒尽情的享受。这就是儿子，这就是儿子的名分，这就是我们做神儿子的名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看到我们是神蒙神拣选出来的一群人。奉献真的不是世人的问题，奉献不是选民的问题，奉献不是十二支派雅各的子孙都有的事，奉献是只有利未支，不仅仅是利未支派，不是只是，不仅仅是利未支派的问题，奉献呢是一个家的问题，一个家庭的问题。当我们想到这里的，讲到这里的，是不是想到哪一家？亚伯拉罕的家？ No。摩西的一家，不，只有亚伦的一家，他可以进圣殿，侍奉神，做祭司，只有他一家可以侍奉神。感谢神，我们今天成为他一家的人，我们信主就是一家人，我们信主就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，都是君尊的祭司。凡不是这一家的人，进去了，什么后果？死！你不配。所以我看到我们这个地位是何等的高，这个侍奉的岗位不是谁都好做的。真的，我们今天来侍奉神，今天来服侍神，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地位不是，是神拣选了我们，我们是蒙神拣选的一群，不是说神啊，我给你来奉献一点啊，时间，神啊，我真的一个月没来教会了，奉献一点，什么时间、金钱或者什么的，真的感谢主，是神抬举了我们，让我们有份于这一家，让我们有份于这个祭司，所以说你的奉献是神的怜悯，是神的怜悯，因为你在。我们原本是不配的，我们原本是外邦人，今天蒙了神的拣选，成为一个奉献的人，所以说是神来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来奉献。这一切，千万不要把自己搞错，主宾搞错，主宾都是名用词，我爱你吧，不是他爱我，就是这么回事，我和他必须有区别，真的神。是拣选了我们，在茫茫的人海中拣选了我们，神让我们有份于来服侍他，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服侍的，不是我刚才说了，不是十二支派都能服侍的，真的要记住，只有这一家，只有这一家能服侍主，
世上不信主的人有千千万万，有多少人，唯独这基督徒的侍奉神做祭司。所以说一定要明白祭司的职分，祭司是神人的桥梁。我们同就像我们跟随天到天父那里去，没有耶稣，这个阶梯就没有，没办法到了天父的面前。因着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路，慢之列开了。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跟世人的关系一定要明确，我们是捐赠的祭司，是分别出来的一群人。真的我们一定要看到，这是神，这是他恩待我们，他将有限的服事真的分一分给我们，掰一半给你，我们要珍惜这一半，珍惜这一份。我们真的一定要看到这是个无上的荣光的事情。实际就是说我们要看到有就还是要读利未记，我们一定要看利未记的祭司有两件衣服，一件是光明的，有荣光的，华美的，另外一件就是什么呢，就是什么呢，一件是光明的，一件就是华美，一件是做神的儿子，他给我们恩典，一个是我们要彰显他，因为活出来是他自己华美，所以看到这个话题。所以说我们简单就两件衣服，是轻松的来到他面前，就是奉献，就是来荣耀他，带着神的神性活出来。我们彰显的不是我老我，也不是你的老我，而是神的荣美来奉献，彰显出来就是神自己的属性神性来服侍他。因为不圣洁不能到神的面前，只有把它彰显出来才能服侍他。真的真的好像我们一个夸，有人好可以这样夸口，我今天能服侍神了，真的有这样夸口，而不是说哎呀我今天要去教会做点事，没办法，轮到我了，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，在众人面前，我们服侍神要夸口的说，我有份于神的事工，这是个荣耀的事。真的我们穿上华美的特祭司的制服，而这个服装以服得来侍奉他，就是要显示神的荣美。感谢神，奉献是神拣选我们，是我们蒙神的挑选，必须明白，是神拣选我们，是蒙他的挑选，挑选了我们。我们能够侍奉神，是神尊重我们这个人，乃是神真的给我们面子，世人的话说给我们面子，是给我们荣耀。千万不要哎呀我去教会做点事，什么是年纪大了，两个传道人不得力，我去做吧。真的，是不是年纪不大啊？真的看到神家需要我们，我们摆上是应该的，做一点是我们的福分。真的，跟创造主建立关系，帮助天父做事，是我们的荣耀。感谢主，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。我们在神家是有份的，那么我们要奉献自己，成为活祭。就第二点问题，刚才读了那个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我想我们在这圣经上的说法，在新约部分，我想用旧约的例子来说明。亚伯拉罕献以撒，献以撒是亚伯拉罕最高的生命的最高的高峰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比如说我们一个某个弟兄家里孩子，比如就说我吧，如果孩子生病了，我肯定为他着急，巴不得这个毛病我们来担当，他有难处巴不得我担当。为什么呢？你有爱孩子的心，实际天父真的好好的比爱我们呢，比我们爱孩子的爱还要高，真的这么回事。我们真的实际我们相信我们人每个人都会爱孩子。我举个例子，前年，还是我女儿学校来电话，老师告状，说他们几个同学一起偷了那个另外一个同学的东西，
几个同学呢不承认了，就是我女儿不肯承认。哎呀，我回来之后很生气，首先人家为什么不承认呢？敢做敢为，他要我没做我怎么为啊？那么我觉得老师的话能错吗？我想你一承认吧，你都不做了就是了。我真的我逼供他叫他承认。那么因为老师告状了，我终于要回应给老师。我叫你赶干脆就写份东西，通过爸爸妈妈的谈了之后，我愿意承认。啊，你把责任推给我，推给家长，你承认吗？结果，比如说他夜里写到了很晚很晚，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给孙博士，孙博士 no 不能这样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我讲那么，请你陪我一起去学校，好。真的。我们一起去了之后，因此女儿真的，她我真的没拿，也没有我们没有我的份，只不过他们在场，他们做事我在场。啊，结果孙博士跟穆斯跟他解释，这个跟他们校长，就这事搞到校长那里去了，他女儿犟了，不肯承认，承认了这个事情就在班级就结束了，他这个就冒昧了班主任，班主任就给他送到校长那里去。那么我们去了之后。真的，那天前天晚上，我和我的儿子去逼供我女儿，叫她承认，大不了承认什么关系呢？没事嘛，呵呵是不要。真的就感谢主。第二天，我和我们到学校去了之后，通过牧师已经提醒我们，再通过牧师用翻译，导致这段时间平息。真的，我们回到车子里面一起祷告感谢主，我真的眼泪就止不住流下来。回来的时候，怎么？你为什么要哭啊？我要感谢主啊！如果说不是就是牧师，我们就是女儿就而且写好了要交的，正要准备交的时候，我们跑到学校了，就是藏在口袋里的，原来在书包里的，现在在口袋里准备交了已经。我们去了，拦住了这个事情的发展。那我想真的感谢主啊！我们用国内的眼光看这里的处理这里的事情。我们用过去式来理解现代史，那就不对了。所以说我真的，我真的从内心发出感谢主，因为这个事情，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所想象的，很多处理的方法不是用我们在国内的眼光、思路来处理。所以就是这个问题。那你说我为了这个事情，真的就祷告之间就流泪了，那什么呢？我就认为我们昨天晚上逼迫他的，逼着孩子写的。那么现在又亏着神的仆人帮我解决了这个话题，解决了这个事情，那不感谢主，感谢什么呢？一个自己的亏欠，对吧？所以说，我们真的每个做父母的一定会爱自己的孩子，一定会爱，这不一爱的方式和方法问题。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定会有，如果说孩子有什么难处，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一定会帮助他。我刚才说了，大不了你这难处是我来帮你承担。你这个病我来给你承担，你祝你健康。所以说我们天父的爱真的比我们的爱更大，我们的爱真的有限，我们的爱就是眼前，我们的爱就是真的芝麻一个，小小自有小。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如此的爱我们，爱我们不但将他自己丰盛赐给我们，他不但拯救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而且让我们建立跟他关系。什么关系？父子关系。父子关系，做儿子的我刚才说了，就可以承接父亲的产业，做儿子的就可以享受父亲的一切。我们前段时间SARS冠状病毒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很多危险都发出来，哪个国家的老外呼了一天氧气，医院说付多少钱，他马上感动了也哭了，医生以为他付不起这个钱的，他说我吸了这么多年，好像七八十岁了，呼吸了这么多的年的空气氧气，上帝一分钱没收我的，哇，才有感谢上帝，真的是这么回事。只不过是我们常常盲目，常常没看到，常常不当一回事，常常认为这是很自然的现象，所以导致了我们真的把神放在一边，没有把它放在我的眼前，它是我杯中的份，我常常可以能享受。所以说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看到我们做一个奉献的人的时候，必须要把这些思想、这些观念、这些思路必须转换过来，
真的就像那个，就像那个罗马书十二章二节所说的，心意更新。那么我现在讲神的爱，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的爱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看到，你说那个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求这个儿子，求儿子求了一天两天，求了多少年了？神也答应他了，他结果着急了，就用自己的方式犯了第一个大错，生了个以色玛利。这是他在儿子份上，儿子这世上第一个错误。底下跟亚比米勒又是第二个错误。那么在第儿子第三个问题上，他是就完全的献上。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有机会，今天用了很多经文，我就不读了，大家可以。这是创世纪的二十一章，他怎么犯罪？他犯错误，像儿子，为了儿子以色玛利了和亚瑟玛利了，这个导致这些事情。那么二十二章呢，就讲在神呼召他到摩利亚山上去，儿子献上。真的，这是一个大事啊！生了这么多年，妻子就断了命尽了。这个自己也衰退了，像死了一样的人了，却生了100岁，却生了这个儿子。100岁生了这个儿子，感谢神，生下来了。神接着撒拉跟他说话，叫他把以色玛利赶出去，因为未母不是神所许可的儿子，要放在我们家里。那么这是神的话，接着撒拉所说的，不是撒拉的妒忌。真的，起初我就认为是撒拉的妒忌，在希伯来说，谁曾经告诉我，这是神的心意。那么他赶出去，站在正确的角度，但是以色玛利赶出去了，好不容易生的这个儿子渐渐长大了，成为童子了，童子也就是要二十多岁的人，那么这个时候却要把他送到摩利亚山上去。献祭，你这个亚伯拉罕真的不加思索的，真的用现在的话说，很单纯的相信了，就带着叫他背着柴，拖着他儿子上山去了。到了山上，他跟他徒弟说：“你们在这等一等，我上去拜一下，敬拜一下就下来。”他根本不说他把儿子要献上，这是何等重要的大事！看成是什么，就是敬拜神，不是说要把儿子从个人的角度把儿子献上去。100多岁的人呢，这个儿子而且这个神是赐给我的，我原来我跟为奴的生了一个儿子，你是玛利亚，你说神，你说不是的，我叫我家里的那些男丁，你说不是的，你要我这个撒拉所生的是儿子，要给他成为我的产业，你还说像海以后像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那么多，现在我就要独生儿子，你却要我献上，真的在超人亚伯拉罕的信心。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我肯定不能相信，是你叫我生的，不是我要生这个儿子的，现在你要叫我献，我不相信，这个肯定不对的，前后成矛盾的。真的亚伯拉罕就信了，而且去做了，背着柴上山了，还准备要杀了，神插手。神真的是考验人，神真的要看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。神不是不知道，神就要你做，要你行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，都知道，只不过就是让你看出来，让你见证出来，是吧？就像那个12个探子，好像探子，神不知道那个迦南地吗？这个探子叫你什么叫探子？叫你去证实神所看见的，不是神没看见，叫你看一下。我们上楼去过吧？没去过，请打发弟兄上去一下看一下，回来告诉我们。不是，我们早就去过了，你去看一下，证实一下。好，是这么回事，这叫探子。弟兄们，你一定要明白啊！所以说要彰显神的荣耀，神又会通过亚伯拉罕彰显你是信神的，你是跟随主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，我们就必须明白，是亚伯拉罕的信心
竟在神面前走向了成熟的地步。神赐下最后的试炼，要叫亚伯拉罕达到属灵的高峰，让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，成为一个为主所用的人。现儿子不是叫亚伯拉罕觉得心痛吗？现在我们里面，比如说两个儿子、孩子、三个孩子，你现一个还是痛的，更何况他这么个年纪，就这么一个，献上去怎么？弟兄，你肯吗？我不肯。但是站在神的角度，你必须肯，你不肯就不行啊。所以就看出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样，他的手一时顺服。圣经说他相信神会让他这孩子从死里复活。你首先要顺服啊，首先要信靠神啊。你不信靠神，他怎么死里复活？你不相信他是神，他怎么能够成就这些事呢？所以信靠顺服是很重要的话题。所以我们在属灵道路上，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，我们信主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必须信靠顺服，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神就预备了一个羊代替了以色列，这个就是神所为我们做的一件大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试炼是让我们，是让我们拿着我们可以带给神的东西，让我们心里单单的有神，相信他就可以经历的试炼，相信他就能过这一关。试炼是拿着我们心里不讨神喜悦的东西，试炼就是让我们心更纯洁，试炼就让我们就像鼎食熬炼银，鼎食熬炼银的一样，让我们这个更加纯洁。让我们纯洁的经九九经四个九三个九的，让我们真的成为完全的经，熬炼我们把这些渣子去的，让我们真的心里完全有神，让神代替我们里面的所有的东西，让神占据我们，让神霸占我们这个心，成为我们一个爱神的人。真的圣经说这个把他所爱的以撒，这个以所爱是我所最爱的，用这个词应该在圣经中是第一次用，爱前面是有，但是这个所爱的以撒还是第一次，圣经第一次出现。所以弟兄姊妹看到这个以撒对亚伯拉罕如此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撒实际对神也很重要，真正的杀了他，真正的杀了他，真的神要借着亚伯拉罕，借着亚伯拉罕的子孙来祝福这个成为国度，成为这个家庭，是吧？那怎么这条线不是断了吗？神有他的爱，神的爱我们真的不能低估。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将自己的心完全交出来。所以说这个事以后，这个就在二十二节前面，他说这事以后，就是二十一节、二十一节那些亚伯拉罕犯了两个错误之后，神要试炼亚伯拉罕。试炼亚伯拉罕，这一路都过了，就看到神让亚伯拉罕过了这一关，过了这一关，今天他能够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，真的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。不但不能凭自己去生以撒、玛利亚，更不要用亚比米勒那些富人的那些事情来取代神的心意。所以说我们需要成为根据自主富人所生的，才能成为神家的；根据主耶稣的旨意所生的，自主富人教导所产生的事情，才能成就神的旨意。让我们看到这个三次试验不是一般的试验，三次试验有失败有成功，最终是成功，以成功达到神的心意，以成功满了神的心。所以说这个创世纪真的很重要。好，第三点我讲第二点，第三点我们讲要获分。既然这样，就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所说的，
就要圣洁，这是圣洁的。我们奉献的人必须过分别为圣的生活，分别为圣的生活，或者是分别为圣的侍奉。这个分别为圣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奉献是圣以圣洁献给神，奉献是属灵的关键，奉献是你跟随主的这个测量器，两个角度，两角器量一量，要多少长度用尺量一量。这个奉献就看你是将自己的，有人说一天24小时，我每天奉献两十分之一嘛，2个小时给神。那这有的人认为我是属主的人，我全然的摆上；有的人我8小时之外是神的事。所以说，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自己的一个定位。那么奉献，你付出了多少，你跟神的关系如何，就可以用这个量角器来量一量你跟神的什么角度，或者要尺来量一量你跟神的之间的多少距离。所以说，我们一定要将主权献上。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的主权是神，是属于神的。我们的主权由神来管理，由神来引导，由神来差遣，以完成神的托付为使命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奉献一定要过关，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奉献不是专门看你拿多少东西出来，拿多少时间出来的问题，而是奉献还是在你神的面前与蒙神的悦纳多少的问题。又回过头来讲，是在神面前多少被蒙悦纳。你今天活在神的面前24小时一天，10个小时差不多像喝了酒，还有14个小时，8个小时睡觉，还是6个小时。那么这个真的，所以说我们奉献一定要明确，奉献一定要摆上。那么对奉献的事来说，保罗真的说的很既简单又清楚。刚才就是一开始所说的，他用神的慈悲劝我们，将身体献上当活祭，是圣洁的。圣洁的，我们真的要抓住这句话，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，因为我们这样奉献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有个看见，有个认识，是我们一生一世只有一条路。真的，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有这个看见，我们一生一世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奉献的。我们一生一世就有个职业，就是奉献的职业。我们一生一世就有一个心智，就是奉献的心智。真的，在神的面前要有主权奉献，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，全然的交出来。真的，当你交出来的时候，你就是能够活在神的面前。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，也就是一个得胜做正常基督徒生活的人，也就是将来新天新地，或者说主来之前被提的，就有份了。弟兄姊妹们，真的，我们需要过这样的生活。过这样的生活，实际真的是一个很，怎么讲？我认为并不难。现在回到它里面，回到基督里面，我想经文当时没拿出来，像我们可以看看彼得前书的2章。我起个第一句，你们相信应该是我第二句。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阿门。是怎么讲？是君有君尊的祭司，也就是在你身上有尊贵君王的荣耀在身上，是君尊的祭司。后面一句呢？是圣洁的国度。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，就是神掌权的地方，国度啊，就神，什么叫国度？就神掌权的地方。我们在一起是圣洁的。哦，感谢主。当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必须真的看到后面还有一句是神的。哎呀，阿门啊！真的是这如此。我们要真的把这个彼得前书从1章2章真的自己的彼得前书的二章，真的是圣洁的圣徒所过的生活。圣洁的国度。那么读到这里，后面还有一句话，是叫你们宣扬。
阳那召你们出黑暗落光明，奇妙的、美的宣扬是什么意思？宣扬就用来彰显，美的什么意思啊？行为，你的德行，这美的，就是要让我们彰显活出基督的荣美出来。所以我们用这些经文，我想相互的一个劝勉，愿我们大家多留意这句话，真的常常提醒自己。唯有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唯有真的，唯有我们是被神拣选出来的一群人，是特别的一群人，是能够服侍主的人。那弟兄姊妹们，倘若我们还在疑惑之中，倘若我们还在有时候常常在犯罪之中，哪怕心思意念的罪，巴不得我们真的调转脚步，看到我们是蒙神拣选的一群人。感谢主，唯有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是蒙神拣选的。哦，君尊的祭司这个尊贵的份，你要守住，你要守住。就像世道在变，你口袋的钱要守住。不守住，哪一天出去没饭吃，买不到饭吃，没钱。感谢主，这就是那么回事。我们要守住我们的份，是君尊的祭司。我们这个新时代，我们在这个恩典时代，我们这个在新约时代的圣徒，真的有君尊的祭司非常重要啊，非常重要。这个做祭司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，成为神的仆人也好，成为神的，我给大鹏看，你是神的忠心的仆人，真的，我们真的要有这样，我们学习要在神的小事上去学敬重。你才能够小圣经中神才能把大事交给我们管，真的，我们也不要去，神没交给我们的，神再交给我们一千人，我们不要抢五千两。神交给我们五千人呢，我们力所能及的为五千两所做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看到我们眼前的就是什么，但是不能守着眼前的，把一千两埋在土里。为着这一千两，我们要为神再赚一千两，为神的缘故。哦，但是我们底下说，刚才说了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圣洁，圣洁很重要，圣洁原文就是分别为圣的，是圣别的一群人，是分别的，所以说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。圣洁的生活是什么？不单单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，更要让人家知道，更要让人看见你是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所以说感谢主，让我们在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学习操练，要将神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活出来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啊，让我们弟兄姊妹们借着这个分享，我的话愿成为扎子，愿神的话成为荆棘，让我们吸取它，保存它，保爱它，愿神的话能够真的成为刻在我们心板上的话。今天我这些经文，我觉得没带了很多经文这些，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，一个是罗马书的12:1-2，彼得前书的2:9，都是很重点的话，请大家真的要记住，很重要的话是记住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这群人就在一起，就是神掌权的国度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话。我们一定要宣扬神召我们出黑暗过光明的美德，要把它活出来。愿我们在与蒙召的人不但相称，而且能够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做一个跟随的人，不能。现在用既然讲恩典时代的后晚期，主再来的黑暗期的黎明马上就要到，在这个关键的关键点上要对，愿主来的日子被提的时候，愿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，我们都在场，千万别把我漏掉。感谢主，愿神祝福他的话语，跟祝福弟兄姊妹们爱主的弟兄姊妹的摆上，谢谢主。
感谢神，也感谢韩传道为我们分享如此宝贵的信息。我们都是蒙恩的儿女啊，我们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。所以呢，我们愿我们可以真正的可以成为一个奉献的人，做主悦纳的儿女，追求得胜的生活。现在要请起立，让我们一起来唱诗歌《我何等爱耶稣》。
亲爱的天父，感激赞美你，谢谢你把我们大家又聚集在你的圣殿上，让我们感恩不尽。主啊，谢谢你给我们大家的爱，也一直在看我们，怜悯我们，一直用你那鲜血在膏抹着我们所犯的罪。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，所以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是永远永远有罪的，永远永远感恩于你。下面是我们各个弟兄姐妹的奉献，求你悦纳，感激赞美你，一切的荣耀归于神。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与他们同在，也纪念在家里看视频的那些弟兄姊妹们。主，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与同在，从今起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阿门。就到此结束，请坐，大家请默祷散会。